是拿着浪水壶直播的一天。谢谢阿珍送的带你去流浪，谢谢大家晚安。今天礼拜四的晚上，目前是9:12，今天直播长度大概是一个小时左右。然后，对，今天应该就是也是聊天跟唱歌之类的。谢谢上山李子酱送的浪 Live 应援团，谢谢。对，我今天穿了一件文泉的衣服，它算是新衣服嘛，好像还好，已经买几个月了，可是就是近期应该是我最喜欢的一件，就是妈妈的，而且它是深蓝色条纹，因为我很喜欢蓝色。谢谢追踪，欢迎大家追踪哦，我是 AKB48TeamTP 的柏林。可以追踪我的官方 IG 账号，我的音乐有点大声。还可以追踪我的 Long Live， 也可以追踪我的 IG 账号，所以大家请多多指教。Hello Hello， 大家也穿长袖，可这个很短，这个很薄哎，我觉得还好吧。我其实比较不怕热，我比较怕冷。所以在夏天看我穿长袖好像不是什么太少见的事情，没办法，因为我冬天买这件的时候我就很喜欢这件的，结果谁知道夏天那么快就来了，所以我就想到那我要穿久一点。就是我头发已经长出来的片段，就是我的蓝色已经剩下灰色了，然后头发也已经长出来这一段了，就是其实你会摸得出来，因为我是第一次漂头发，然后你会摸出来就是这一段的头发的发质真的跟这一段有差很多，这段是刚长出来的新鲜头发，然后这边是已经漂过一次两次然后染过的头发，就有点受损比较严重吧，我不知道，因为我真的从小到大都不怎么染头发的，我是加入这里才开始染头发啊。我高中有染过一次头发，那是我自己染的，可是我那时候有点后悔，因为我染的不是很成功。我染的其实也不是很明显颜色，我那时候本来是想要染灰绿色嘛，就是很深的黑绿色，就染完以后好像也没有很绿，因为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自己会想要让自己头顶绿绿的，就是那时候染头发。染完以后觉得还是很明显的黑色，就是你套了滤镜，可是我头发太黑，你套了滤镜才会有一点点的墨绿色，然后洗了没几次它就变咖啡色了，而且它还越来越褪成一种很神奇的咖啡色，后来就一直希望它赶快长出来，然后就经过2年左右它就长出来，因为我是短发，所以其实换掉染过头发的速度其实蛮快的。你看我这段已经长一半出来了，就是我染这个发色也还没有到一年，它已经长一半出来了。我换新头发应该是蛮快的时候，就是后面这边的头发其实都已经换掉，因为我本来是内层染，就是你们看到，就是我那时候是染整个大内层，所以就是其实后面这边也会有，可是这边很短，所以这边很快就换掉了。绿色，对啊，我那时候不知道怎么要染墨绿色，好像是我朋友的，因为那时候就是高中生流行在家里。
染头发，就是自己买那种染发包吗？回家自己染。然后我朋友就说他还有多一盒，问我有没有兴趣染头发。然后我妈妈那时候是很不喜欢我染头发，其实我妈妈一开始不太想要我烫头发，因为我其实有烫头发，就是我有烫离子烫嘛，就是因为我的头发其实有很严重的自然卷，就是我小时候生出来就是有点 Q 毛 Q 毛这样子，然后可能跟我妈妈的遗传有关吧，因为我妈妈也有自然卷。那我自己就觉得说，因为我头发很多，然后自然卷，其实从小到大在整理头发的时候花了蛮多时间，就是我吹头发的时候打结的几率，我洗头跟打结的几率比其他同学还要高很多，比其他女生高很多。然后光是而且我头发也很多，光是吹头发就整个很崩溃，因为要吹很久。然后我是一个很懒惰的人，所以我小时候习惯不吹头发。然后我妈说这样会头痛，后来我就继续吹。后来小六的时候就受不了，就剪短了。然后国中又开始留长，然后又开始自然卷，就问了妈妈说可不可以让我去烫头发，妈妈就让我烫了。然后那时候开始变妹妹头。我小学到小二、小三的时候有一个短时间的妹妹头时期吧。那其实一直到国二前，我都是斜刘海，我都是一个旁分的状态。然后我到了国二开始有妹妹头之旅，然后就这样一路开到了大学，都没有换过我的刘海。其实我觉得萌萌还蛮厉害，就是李梦纯她的刘海可以一直换来换去。就是我跟她相处了这么多年，总是觉得她的刘海有时候是妹妹头，有时候会突然变成旁分，然后我都不知道她是怎么度过那个过渡期的。有照片吗？很丑哎、欸，真的，我那个时候旁分的时候很崩溃。而且那时候甚至就是怕长痘痘，因为就是国中其实很容易长痘痘，然后我会把刘海整个就是用小夹子夹到后面，然后那时候是整个露出我大额头来上学的。但是我那时候天哪，到底发生什么事？对啊，可是我烫头发不是为了造型，我只是为了方便整理，就是要烫直。像我现在已经很久没有烫头发，因为我染头发，你们知道就是染头发不能跟烫头发重叠到吗？就是你的发质会坏掉。然后你发质坏掉也很可能会断发，就是你的头发会断掉。我很怕头发会断掉，所以那个时候他跟我说如果有染头发的话就不建议烫头发，所以我那时候就择意的说是先选了染头发吧，毕竟我没有试过。然后那时候又刚好要拍 The Puzzles 的 MV， 就是要拍我们那个乐团的 MV， 然后我是代表色是蓝色，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蓝色，然后就想说 染个蓝色圆一下梦。可是我不想要染枕头都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好像有点太凶了。然后就染的那一层，就是你只要不要太大幅度的动你的头发，你就不会发现你染头发。但我真的是觉得做这个决定蛮开心的。对，因为烫头发其实很伤头发嘛，就是要这样说嘛，因为烫头发就是伤发质，然后染头发也伤发质，然后其实。漂头发，很多人漂到后面头发会断掉，就是头发已经受不了了，就整个坏死，然后它就会断掉。然后就有些可能长发的女生漂到坏掉了，然后她头发断掉，然后你就只好重新留头发嘛，然后你的头发就会变成像干稻草。所以那时候染蓝色的时候，我也很用心的在保护它嘛，就是保护我的头发。甚至那时候有人讲说。就是染发，染特殊色的话，洗头不可以用热水，也不可以用温水，最好是用冷水洗头。我那时候冬天，那时候十月吧，十月十一月，然后冬天我还用那个冷水在那边洗头，因为我记得我是十月初染的，是小迪介绍我的一间店，然后我去染头发，然后染完以后就那时候刚好是冬天，然后冷水洗头，天哪！就想说至少要保护到，至少要保护到拍 MV 的时候。对，染头发真的是很麻烦的事情，而且洗头发不是不能洗，应该是说也没有说不能洗，可是就是我就是前一两，我记得烫完头发好像两天不可以洗头吧，因为药水要等它发作，然后其实要看设计师，设计师会跟你讲说什么时候可以洗头，然后你染发的话洗头其实就是最担心就是会掉色。因为你洗一次就是掉一次颜色，然后其实都会蛮明显的。然后为了不要让颜色掉太严重，你要补颜色的话，可以买那种补色用的洗发精。我那时候为了养那个蓝色，我买一罐蓝色的补色洗发精，
然后就是我通常都是先洗完头，先用一般的洗发精洗完头以后，然后我再拿补色的洗头。就是我只会，然后我会把头发就是绑起来，就是把没有染的地方绑起来，然后我只会洗那个有染的部分，然后就是洗一洗以后让它停个四分钟嘛，然后用水冲掉，冲掉以后，如果你就是想要明显一点，就是再用一次，然后它最好是两个礼拜补一次就好，不要就是一直用。然后我补完色的时候，有时候还会再护个发，就是整个开始可以理解到为什么女生洗澡会那么久了。以前完全不知道为什么女生洗澡那么久，感觉很麻烦。对啊，就是很麻烦，可是就是为了漂亮，大家都不择手段嘛。而且洗澡本来就是蛮舒服的事情，就是我自己是一个蛮爱洗澡的人。我爸很爱洗澡，我爸一天洗两次，他早上起来洗一次，就是他上班前一定要洗澡，不然他觉得就是没有办法努，没有办法就是开机。然后他晚上回来也要就是洗澡，而且我爸洗澡只用一颗肥皂。他全身上下只用一颗肥皂洗澡，跟他女儿完全是天差地别。就是我洗澡的时候有很多东西，就是国中的我完全不知道，现在是大学的我会用这么多东西洗澡。就是我洗澡平常就是洗发精嘛，然后补色洗发精，看有时候要用，有时候不要用，然后润丝嘛，就是护发，然后护发以后。我在弄护发的时候会让它停久一点，然后我就会用洗面乳先洗个脸，就是我每天就是会洗两次脸嘛，就早上起来会简单的洗一下，就是把那个油脂跟那个一些可能眼睛流出来的东西还是口水之类，就是洗掉。我不会太认真洗脸，早上就是洗个洗清爽就好。然后晚上通常就是你化完妆，然后你去外面就是接触了一整天的灰尘嘛，跟脏空气，然后你的脸就会比较脏。就是你卸完妆都会发现，就是你卸妆棉上会有很多灰灰的东西，就是那不是粉底，那个是脏东西，就是脏空气、脏灰尘，然后就是他们都可能会躲在脸里面，所以就是晚上那一次洗脸我都会特别久，就是我会一直洗，然后准备把它洗干净，因为好像过度洗脸不好吧，就是脸需要一点油脂去保护脸，所以早上我不会洗太用力。晚上会洗比较干净，那晚上卸完妆，然后就马上洗澡，然后就，然后就把它搓一搓，然后洗完脸以后就洗身体，就是沐浴乳嘛。然后沐浴乳完的时候，有时候会去角质完以后，就差不多再哼个歌，然后就可以出来了。而且就算我现在剪了短发，我还是很讨厌吹头发，可是我还是会吹，因为你们知道，就不吹头发也是很伤发质啊，就是。你如果希望你的头发隔天是乖乖听话的话，不管是男生女生，就是伯弟的头发很容易睡成鸟窝，可是如果因为他都不吹头发，所以头发很容易会变鸟窝。可是就是你如果洗澡完出来马上吹头发，而且我觉得男生马上吹头发这件事应该不难，因为男生的头发很短，其实吹两下就干了。只是你们一出来马上吹头发，你的发质会比你就是就不吹头发或是等了很久才吹还要好很多，隔天会有很大的感受。哎，最好吹头发的时候就是可以一边梳梳子一边吹头发，然后由下往下吹，不行不能不吹。可是有些人真的头发很短，好像也没差，就是那种真的寸头那种就不用吹了吧。真的、哦，对啊，就是你有吹头发不吹头发，真的发质会差很多，大家可以试试看。我自己有很大的感受，就是我如果洗完澡马上吹头发的话，我的头发隔天会比较好夹，然后我如果。不吹头发，或者是包了很久才吹，我头发隔天会直接变章鱼。然后我短到不需要吹头发，哦，那就好，那就没关系，头发越来越少，哭哭，天哪！哎，我现在会有一些掉毛问题，其实我现在有时候看自己头顶会觉得就是好像有点变少，可是我是一个幸运的人，就是我的头发天生就比较多，可是是多到有一点困扰，因为。太多，然后绑头发都会很厚重，然后很多发型也不能尝试。像我短发就不太能绑辫子，就是有些那种很利落的那种双马尾啊，或者很利落的那种辫子啊，我都绑不起来，因为我头发太多了。谢谢麦克风放的小鸡蹦蹦，谢谢。
对啊，就洗澡其实都还蛮麻烦的，然后洗完澡就是进入脸部保养程序，然后保养完以后就是擦乳液程序，然后再就是准备打传说程序，没有啦。今天本来想说就是开游戏来打一场，然后被韩寒邀进房间里面玩，就是韩寒，然后我就看了韩寒跟就是某姐姐，就是一起在玩，然后他们就邀我，然后我们就三个一起玩，然后我想说韩寒是什么感觉，就是韩寒不知道今天在干嘛，然后我就查他的历史战绩，就是历史战绩就是你可以看他今就是最近打的几场的时间跟胜败，然后还有角色，然后我就看到他从今天中午12点一直玩到晚上。然后我就觉得好荒唐，姐姐当帅帅可爱，谢谢。头发少，李彩杰，彩杰头发算少吗？可是我觉得他刘海很好看的，包括就是哎，最近不是在猜那个什么眼睛吗？然后就是我觉得韩寒真的很好猜，因为就是睫毛可以刷的那么完美的只有李彩杰。谢谢冰可乐续费一个月的粉丝团，谢谢，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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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寒才说今天十点是，他很扯，他今天从我跟你讲，我看他历史战绩，他从12点中午玩到晚上6点，因为我是晚上6点还是7点，我是晚上6点多上线的，因为我5点多下课，然后我6点吃完东西，我想说来玩一下传说，结果他马上邀我进去，他说最后一场累了，然后就把他然后就跟他们玩。就是韩寒都打辅助，然后我的位置其实很多，就是我打法师打最多，可是我最近又然后我也打很多射手，可是我最近又一直想要打野，就是打刺客那种刀锋宝贝之类的，不然我之前最常玩的法师应该是阿莱斯特，跟应该只有阿莱斯特，然后最近开始在练貂蝉，然后射手的话我都只打景，就是我只会玩景，然后我就没有玩什么特别其他的，然后打野就是玩悟空跟刀锋宝贝之类的。我打野还玩什么？好像就只有这两只，因为我也不常打野。然后我凯撒路其实真的就是很烂，我真的不会打凯撒路，就是我不太会玩战士。可是姐姐也会打战士，而且姐姐那时候一开始要加我好友的时候啊，然后姐姐就说，她就说，是你不要，就是我打很烂的，你不要太介意。然后我就说不会，我不会介意啊，就是我没打很烂这样。结果我加进去看姐姐的排位超高，然后就发生什么事？姐姐排位超高，而姐姐场数也很高，虽然没有我高，可是我的排位很低啊，因为我没有在打排位，而且我也没有那么厉害。我只是打兴趣的。姐姐谦虚了，对啊，韩寒今天好像一整天都在打排位之类的。姐姐谦虚，姐姐太谦虚了啦。因为我真的就是不太敢打排位，因为打排位就是会很有那种胜负心嘛，就是你会觉得输得很气，然后赢得会很开心，那个心理的那种。就是落差太大了，就是不想打排位，就是打一般的就好了，一般的输了赢了都不会怎样，都可以赚钱。但是我朋友每次看到我的场次就2000多场，他们都说你是鬼吧，然后我就哦不好意思，可是我的排位很低啊。而且你排位如果低一点的话，你就比较不会遇到太强的对手嘛，就比较不会打得那么辛苦。我在想就是我玩排位打到现在，我就是最怕被人家反野，就是打野的时候，然后对面跑来跟你抢野怪，然后就很烦，然后你就一直逃命，然后要不然就一直被杀掉。我觉得咀嚼肌最近有爆棚起来了。对啊，收钱就好。有时候遇到太强，我就很想要直接投降。像我们今天跟韩寒玩第一场的时候，就遇到很强的人啊，就是遇到对面，就是我是打野，然后对面打野跟鬼一样，然后就一直杀我，然后我就一直死掉，然后我已经死了5次，然后对面打野已经不要快10颗头了，然后我就默开麦说：“我们可以投降吗？我们可以换一场吗？这场好无聊、啊。”我说：“打这场打得好不开心哦，我们可不可以换？”所以我们最后还是就是坚持游戏精神把它玩完了，虽然最后还是输了。然后有时候韩寒的朋友也会加入我们，就是不太认识的小朋友，可是就是没关系，他们都很好玩，然后也很厉害，就会跟他们一起玩。应该是说，其实应该是我加入他们了。好
好久没有打游戏了，真的就是因为这一波疫情，然后害我一直在打游戏。好，没有啊，本来就一直在打。然后我最近在玩那个糖豆人，就是我用我弟弟的账号玩，因为前阵子好像糖豆人打折，可是我没有买到，然后我又很不想重买，而且我觉得糖豆人就是自己玩就很开心了，然后我就跟我弟借账号，然后我就开电脑，然后就无聊就一直在玩糖豆人。糖豆人就是一个很好笑的游戏，然后它就是很像那种综艺节目嘛，就是那种闯关的综艺节目，就是你会有很多的地方要跑来跑去，然后看着先到终点就赢了，然后你途中可能会有很多障碍物跟陷阱，然后就是要跳过去这样子。重点是小朋友吧，才不信呢。至少要杀对面打野一次就满足，哇，至少让我杀了对面打野一次。我跟你讲，最后那个打野已经15等了，然后我们还在10等，然后我就觉得啊，完蛋了，好难。好了，糖豆人也会有外挂、啊，极圣铁牛王，对，就很像那个。谁要被闷到坏掉了？会不会边玩边自言自语嘛？可是我打游戏很激动，就是我会打到大叫那种。我死掉都会大叫，就是我没死的还是我杀人的时候，我都不会大叫。然后我唯一会大叫，就只有自己死掉的时候，我就一直说救我救我救我。然后就是尽管大家都在别路，你知道吗？就是根本就赶不过来那种，我还一直自言自语救我救我救我。然后就最后就死掉，然后我就、哦、不玩了。我每次杀掉被杀掉的口头禅就是不玩了，可是我还是会继续玩。我朋友都很懂我这一点，就是每次我被杀掉，然后我就会说不玩了，然后结果复活了，我还是继续往前跑。然后我玩糖豆人也会自言自语，然后我糖豆人会一直笑，因为我就觉得那个全部人叠在一起很疗愈。然后我还有就是打传说会大叫的，还有一点就是被抢头，因为我真的很容易被抢头，然后我就会觉得哦，可恶，我是辅助命。可以直接飞到终点外挂，或是飘在空中不会掉下去。哈，可是那玩这个就不好玩啊，因为这个游戏不就是要玩就是闯关吗？啊，你如果就不闯关，直接到终点，那个游戏意义在哪？那个外挂是开来气死人的吧？我说啊，今天在打游戏的时候，因为今天我们打五五，然后人员分布是这样，就是。采洁我跟姐姐还有我一个朋友，然后还有采洁的朋友，就五个人这样，我们就来玩，就不会有陌生人，就不会遇到雷包。然后因为有时候遇到那种挂网，然后你就很怀疑人生，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在玩的时候，就一直听到你家叫李采洁小声一点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仿佛回到了我们在玩吃鸡的时期，就是我们那段时间在玩吃鸡的时候，也常常会听到李佳音在旁边叫李采洁安静。我也不懂那些外挂心态，对啊，就觉得玩外挂好像就比较，真的比较没有游戏体验嘞。就像我之前玩那个狼人杀的时候，有时候一开始被杀掉，就觉得自己没游戏体验。哦，那等下还有下部分想要玩狼人杀。对，玩游戏很容易自言自语，而且我会把我同学自言自语的样子就是录下来，就是我发现。就是男生女生的自言自语都有差别，就是我弟的自言自语是他们都很激动，然后一直狂飙脏话这样，然后就是我弟会从那个从国小进化到现在高中的时候，我觉得他有越来越进步，就是他国小的时候会很激动，他国小的时候还有打LOL打到哭过，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很夸张，然后我还录音，然后我录完以后，然后在他国中还高中都拿给他看，我弟自己觉得他自己很夸张。然后他就说那时候真的，他说他太记得那时候发生什么事，他说那时候真的太气了，就是打排位遇到挂网，然后遇到挂网就算了，他一直被对面的人嘲讽，然后他就说他打到精神快崩溃，然后想这游戏到底有多可怕。然后反正就是只是娱乐一下，所以把他那个样子录下来。电竞精神，我觉得玩到最后蛮厉害的啊！我通常想要换场，就是因为我觉得就这场本来就输定，那还不如就是先投降，省大家时间，大家可以赶快打下一场。那其实打传说很容易遇到那种就是嘴巴不干净的人，然后我就会把那个留言关掉，因为他可以打一打，可以把留言关掉，就是你就看不到对面的留言，你也不能留言，你就只能发那个罐头，比如什么集合、打团战、什么打龙、中路还是什么，就是。什么小心敌人，就是你只能发这种东西，就比较和平一点。
好厉害，我很佩服那种就是就算被杀爆还可以撑到最后的人，就是很有那种精神嘛。因为有可能最后真的可以不小心的反败为胜。因为我也曾经遇过那种我以为我铁赢的局，然后最后突然被杀光，然后就被推倒了。我觉得玩狼人杀都会让我觉得很害怕，还有太空狼人杀也是，就是太空狼人杀真的是一个让我心理压力很大的游戏，就是 我真的就是玩到一个很矛盾，就是我其实不喜欢当狼人，因为我觉得当狼人好可怕，就是大家你要一直假装你自己没有杀人，可是其实人就是你杀的，然后你要一直说我没有杀，不是我杀的，然后就是其实是你杀的，然后你要一直说不是，我就会觉得哦很难，然后你又要就是交代你的完整行踪，真的是超难的，然后就是你当好人的话又。就是当好人比较轻松，因为好人就是多数人嘛，然后可是你又会很紧张，就你也怕你在解任务的时候突然有人过来把你杀掉。哦，你们粉丝之间也会玩吗？真的吗？太有趣了吧。我在想我真的每次都玩到就是心脏快跳出来，因为我很怕我自己被杀掉，我只要做任务做到一半有人进房间我就马上离开。我之前也跟韩寒他们玩过噩梦，欸，反正就是很恐怖的一个游戏，然后那时候就是我忘记我那时候其实第一次玩 Among Us 的时候，好像跟韩寒他们玩，他们说快玩，现在很流行，这样叫我下载。然后我那时候下载，然后结果我那时候第一次好像当狼吧，然后我那时候完全不知道怎么玩，然后我就乱跑。哎，那时候我就选了一只蓝色的太空人，超可爱。然后我还放了熊耳朵，嗯，然后我那时候就乱杀。然后因为就是那个 Among Us 好像都只能打英文，然后我也不知道打什么，然后就是大家都不会打字，大家好像就只有看到有谁面刀的时候才会打字，然后最后。就是李彩杰就问我说：“波，你是不是狼人？”我说：“我不是啊，因为我知道就是至少要否认一下。”然后后面的时候就最后发现只有我是，然后他们那时候就跟你说你是了，然后我就觉得哦，当狼人真难，因为还要说谎，我最不会说谎。对啊，跳落单，而且还有个地洞可以跳，还有个地洞可以跳。可是我觉得就是狼人话我越玩越顺手，就是跳地洞那些，还就是杀人那些，还就是开机关那些，就是我都越来越顺手了。好希望就是之后 Team TP 大家可以一起来玩。我们在 Discord 语音房，你不用打字房的。所以今天早八可能会一直打哈欠。对啊，而且你任务点在做的时候，那个进度条没在跑，也是蛮尴尬的，就是要记得装一下。其实我很尴尬，我跟狼人从地洞跳出来，结果我的冷却还没有结束。天哪！我每次杀完人，我就跳地洞，然后我就死不出来，一到有人发现尸体为止，我就躲在地洞里面。早八加一辛苦了，阿正早上就要上班，这阿正是每天早八了，好辛苦哦。我刚才看到上山李子酱送。这个是真情告白是吗？谢谢上山李子酱，谢谢。耶，哎，早八人生呢，啊？我今天妆其实真的超淡的，就是我今天是用一个橘色的眼影，肤色它已经贴近肤色了，就是其实很不明显，走个裸妆感是吗？我这只是心情很好，突然想换一个眼影盘。你还被领导吗？辛苦了。觉得在这种时期，大家就是都很辛苦。对吗？作息变得很正常。我最近作息还是，听这个哈欠就知道再加强。
没有，我就没钱买我自己，哈，这么惨，那结果怎么办？再把金饰钥匙打下去很正常，是吧？嗯，你想跟我很想打下去了。因为我是一个睡眠时间蛮长的人，我家就会拿来都睡觉，就是现在都没有培训的话，就会拿去睡觉。因为现在这段时间也不太能培训了，所以就六日基本上都没什么事情，然后就拿来准备期末考跟功课，还有睡觉。听听晚安。大概十分钟，然后会进入唱歌环节。对，我要来练我的吉他了。天哪，我真的觉得吉他是世界上最难的一个乐器了，对我来说。不过今天明天都要跟我朋友出去练开车，原来要小心安全啊。哎，最近为什么我就是觉得台北的风很大？为什么？你没有感觉到吗？就住台北的朋友们，有感受到风变很大这件事情吗？其实我这几两天在睡觉的时候，一直听到外面很大的风声，然后就那个树叶啊，就刷刷刷那样子的声音。然后我就想说，风怎么大是要有台风了嘛？然后我就查一下，好像也没有要台风啊。奇怪。谢谢哈娜的文收礼，谢谢。就是一直有个风声，很大的风声，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来台风了？桃园的风很大，尊重不下来，气压变了，原来我风没有来。对啊，台北风超大，然后我就想说，天哪，发生什么事？谢谢周念奇的麦克风，成为粉丝团一级会员，谢谢你，谢谢。可是今天看气象还没有看到台风的形成。对啊，我看气象他也没有说就是台风要出来，然后我就想说，那怎么会风那么大？吓死了！还以为我穿越了平行时空。好，不好笑。你们很好奇我平常直播盯着哪里看？我平常直播盯着自己的鼻子看吗？看你们的留言。真的觉得那个聊天区可以变大，这个功能很方便的。就是我真的不用再靠近看大家留言，就那边谢谢大家的什么什么，然后就很近，还有眼睛脱窗，我现在都可以就是坐在远远地方读大家的，就是用在脸最小的位置去看大家的留言。难得的冷笑话，够冷吗？下周末雨要来，还要下雨哦。可是反正又不出门就还好吧。知道哎、欸，有一个小鸡可以戳哎、欸，这样戳一下、啊。近一点，我们心跳比较加，我们就比较心跳加速，真的吗？小心大家心脏，小心心脏，小心。所以我今天还有就是努力画一下那个卧蚕，然后发现它到底有跑出来吗？还是没有？耶、yeah ！人家有一个很神奇的样子在挤我的眼睛，看起来眼睛很小。什么？是有一点亮亮的吧？还它是眼袋，只是我打亮它、欸。远远看好像又没有很明显，算了。天哪，不喜欢下雨。我最喜欢的天气就是夏天。可是夏天下雨的话也不太舒服，可是冬天下雨的话又很冷，因为我很怕冷。虽然我是秋天生出来的孩子，可是我就是卡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吧。
是上上山离子这样推荐我看你姐姐可爱，谢谢你，欢迎你加入熊猫的行列哟，耶、yeah ！我最喜欢雨后的下午，开心，每次看到有新的人来看我直播，我就会觉得心情很好，谢谢你们愿意来看我的直播，希望可以就是带给大家一个快乐的时光嘛。喜欢雨后的下午，但其实我不会讨厌雨的味道，就是大家都觉得梅雨有个味道，闷闷的味道，可是我好像也没有很讨厌那个味道，可是也不是到就是哦很爱一直吸那个味道了，可是就是觉得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味道。你们有什么喜欢的味道吗？特别喜欢的味道，我自己是很喜欢，就是我刚刚说蛮喜欢梅雨的味道，然后跟刚洗好的衣服的味道啊，这个应该很多人都喜欢，好像没有很特别。我很喜欢自己的小贝贝的味道，就是像这条，就是特别喜欢它的味道。喜欢下雨后，哦对，下雨前的时候天气会很闷，然后会有那个就是乌云吗？冰箱冷冻库的味道哦，酷。我最喜欢我室友身上沐浴露的味道，真的吗？那你们问他的沐浴露是什么牌子的，搞不好你可以一起用。因为我有喜欢一些就是特定的朋友身上的味道，就是他们的味道会让我觉得就是很好闻吗？我有时候就一直扒着我的朋友就说，哎、欸，你的味道真的很好闻，然后就一直问他是用什么洗衣粉之类的。可是就是后来就发现好像有些人家里就是会有自己的味道嘛。油墨味我也蛮喜欢，我也蛮喜欢报纸的味道。我也喜欢医院，就是医院的味道，医院有一个消毒的味道嘛，所以我觉得好像喜欢上我室友，竟然是这样。加油站汽油的味道，可那个味道好像就比较重一点，比较刺鼻一点吗？木头味也很香嘛，就是新的木头的味道，也是一蛮好闻的，就是让人家可以很上瘾的一个味道。噔噔噔，呼呼呼。模型塑胶味道还不错，我来看一下我房间有什么东西可以形容。嗯，还有那个牛皮纸袋的味道，这都蛮好闻的。玉兰花，你喜欢玉兰花的味道？玉兰花是那个吗？就是在就是会卖路边会卖，然后一串十块放在车子里面会有香味的那个。晚安包子，晚安。肉粽好吃，晚安。肉粽最好吃，你好。猫咪肥肚那个诡异的香味算吗？那个我就没有什么机会可以闻，应该是算吧。听说猫咪的手掌还是狗狗的手掌有一个很神奇的味道，就是它们有个肉球味，就是它们的手手。Hello， 大家 Hello。嗨嗨，栗子嗨，伊莎西布里哦，感觉很久我有成员来看我直播哎，晚安，你是刚下播吗？猫球味，对，就是猫咪有个肉球味，狗狗很有味道，但我不爱，那到底是什么味道啊？我自己是蛮好奇的。我家以前有一个玉兰花树，后来被砍掉。我其实没有看到玉兰花的树，可是我很喜欢桂花的味道。这是我们家本来有一个种桂花的地方。好久没来 ，Hello， 刚刚是妹妹直播，我原来是这样。我们刚才有聊到说我今天跟你妹打那个传说的事情，笑死。主播，那晚上好，刚刚看哈，原来。
怎样？李佳莉要加入我们传说对决帮吗？要加入我们传说对决帮吗？直接，谢谢阿珍送的红包，谢谢红包，谢谢薄包，谢谢，谢谢薄包。请大家要正确念出那个字哦，是薄，那念薄。谢谢红包，谢谢，谢谢，耶、yeah ，对的。终于要打游戏了吗？感觉是很难说服，只是随便说说的。你家里在谢谢红包是怎样？笑死！铂金包 ，Birkin， 谢铂包。我还是没必要玩游戏，我也觉得可以玩静态啦，可以玩狼人杀，狼人杀算静态的吧？因为我真的很缺别人跟我一起玩狼人杀。谢谢 boss 送了好多玫瑰，谢谢。这里是什么？国术送的小冰球，谢谢国术的小冰球。但有时候在打游戏打后面会有点会发疯，就是我最近一直觉得我每天都在打游戏，然后觉得快发疯，可是我还是觉得传说对决是一个很疗愈的游戏。然后还有那个狼人杀也是，耶、yeah, ！谢谢栗子送的枫叶，谢谢。狼人杀感觉栗子可以，对啊，因为对啊，我也怕狼人杀，如果就是会不会跟朋友玩一玩，然后就再也不敢相信自己的人了。谢谢嘉阳的梦幻星座。我那时候真的是玩狼人杀，就觉得当狼人很累，因为你当狼人就是你要一直说谎，你要一直装。哦，明星三缺一，真的吗？我不会打麻将，就是我真的是生出来到现在都没有接触过麻将，我阿妈不给我玩。栗子沙、绿豆沙、绿豆沙。狼人杀可以哦，真的假的？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去玩那个游戏了，那个真的很好玩。我等下播可以介绍给你们。我本来想要就是推荐 Mini Four 他们去玩，因为他们之前都跟我玩是不同的狼人杀。我跟你讲，狼人杀一开始玩就是会很难说谎，可是到后面你会越来越厉害，而且你会知道就是狼人到底要怎么操作，跟你的队友合作。他跟那个传说一样，就是队友也很，他那个输赢也是很看队友，很吃队友的默契。狼人杀真的是我玩过最近期也是蛮有趣的游戏，还有那什么谁是卧底也是，只是谁是卧底是六个人还是多少人一起玩，然后就是其中你们会一人被分配到一个词，然后大家词都是一样的词，可是会有两个人两个卧底的词会跟大家不一样，然后你们要轮流形容那个东西，可是你又不能让人家发现你讲的是什么，然后你们要听大家形容一边抓卧底是谁。如果要举例的话，如果人就说好，那今天可能全体玩家的词是铅笔，然后卧底的词是原子笔，然后你们可能就会说哦，它是文具，哦，它是用手可以握住的，哦，它很便宜，哦，然后就可能会有说它写在纸上可以写字，然后我会拿来写功课啊之类，然后如果有人说哦，它是有墨水的，然后就要抓到你就是卧底这样子，就是这个游戏就是像这样子玩，就是它是一个完全你就算不用手机软体也可以玩的游戏。可是这些游戏的唯一一点就是他们全部都要开语音啊，然后开语音就是一个很麻烦的东西，就是你要一直讲话，而且就不太能在外面玩，因为在外面的话比较吵杂一点，空白者乱拍，这是哪是这是游戏有 bug 是不是？笑死，那还是蛮那个的，那倒是蛮绝望的。
带你进话题吗？我只有聊说，我觉得韩寒的超好猜，因为我记得韩寒有一个很厉害的画睫毛的那个照片，就是韩寒会画睫毛，所以那时候看那个根根分明的睫毛，我就猜一定是李彩洁。然后还有柯基的眼睛也很好分出来，然后林毅的眼睛也很好分出来，就是我不知道怎么那两个眼睛一叠在一起，我就开始脑海浮现他们的下半脸。然后还有我还有猜一个是肉肉，因为肉肉眼睛也很好分，因为肉肉眼睛很圆。然后还有妆吧，我就一直看大家的眼妆在猜是谁是谁，我觉得看妆真的是很好猜，只是我还是猜不出来，绝大部分的人好像还有一个是品涵吧，然后其他我就真的猜不到，第一张图真的都猜不太出来，第二张图开始我才猜到，我一直猜得出他们，对啊，他们就比较好猜，其他人真的是非常的困难。等一下我拿一下我的吉他，什么？他怎么还被关在这个套里面？表示我这一趟都没有怎么在用它。我的移调夹好像坏掉，就是我的移调夹一直松掉，它一直松掉，然后有点夹不起来了。肉肉太阳，对，肉肉的眼睛很好分，就是很好分啊，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国术太真实了吧。太难了啦，这些，这个游戏太难了，这个真的很难猜。我记得前阵子就是 AKB48 的前辈们是不是也有办过这个活动，就是猜眼睛，然后那时候也是只猜出几个前辈，然后就觉得哦好难哦，真的不行了。那好像有猜出来，风岸前辈跟那个吗？好像还有小丽有以前辈，那时候猜得出来这两个。不要记错了怎么道歉？不用道歉啊，就是猜啊，因为有时候连我们自己成员都猜不出来了。道歉有诚意啊，各位，道歉有诚意，还不快来猜个粉丝眼睛？可是这应该很难猜。对啊，那你要怎么猜？要怎么猜眼睛？因为眼睛真的是灵魂之窗嘛，就是你可以看出来那个人的那个灵魂，或者是他的化妆技巧到底好不好。前辈，我错了，太厉害了，表示你其他都对吗？我真的没有办法，我那个时候好像只猜出了三四个，我就快猜不出来了。然后后来我就去爬文看有没有人猜出来，因为我真的是一个强迫症。就很想要看其他人猜的，真的没有我吗？应该是没有我吧，我自己写的但分不出来到底有没有我，应该是没有我，我记得。我指甲真的太长，有点不好按。可是如果要刷钱的话，好像比较好刷。它现在已经可以当 pick 用了，我的指甲，你看。它已经长出来太多了，所以这就是有点，看你说有点障碍。一体このままいつまで一人でいるつもりだろう。たくさん愛してきた
界。有点抽筋，天哪！谢谢狸猫头的掌声鼓励，我觉得长得不台湾哦。对啊，这到时候要来说这个国术的故事，就是我第一个听 TP 的大活动，就是那个见面会嘛。那时候国术就是刚好买了第一排最左边的位置，我面对台下最左边位置，然后。国术那时候是留了一个大胡子来，然后那时候就是刚，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刚上台没有多久的一个新人，然后我那时候就是看了很好奇，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来看我们，然后那时候就看到留了一个大胡子的人在第一排最旁边，我想说哇，我们有外国粉丝哎，我们竟然有那种就是中东粉丝之类的，然后那时候就我才很开心说哇，我们已经有外国粉丝，我们很厉害，结果回去发现他是台湾人，他只是一个胡子很多的台湾人。这件事情每一年都可以拿出来讲，因为真的很好笑。这个事情真的是我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很尴尬的黑历史，就是很对不起国术。可是我真的觉得这个故事很有趣，就是他让我记住国术，就是从那一天开始记住这个人。希望我不要笑到吐水出来，我刚喝下去的时候很怕自己会吐出来，大错特错。在他们在想，嗯，我们竟然有，我们竟然有外国粉丝，就殊不知人家只是个大台湾的大学生。我现在想到就觉得很荒谬。我也唱半首，然后念榜，看一下，我这首歌刚好就是 couple 大概三个。
赚啊，很赚，真的吗？你真的有这样想吗？我那时候还觉得完蛋了，我会被你讨厌啊。所以真的赚赚吗？对啊，这些啊，这些应该不算是坏事啊，所以就是好事。就是因为国术真的让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就是胡子很多，然后想外国人，不好意思，就是这从这件事件看出，我也是一个会有，就是我也是很容易以貌取人的人，就是不好意思，我会好好的反省，我不会再以貌取人了。谢谢欢迎送的温收礼，谢谢谢谢礼貌头的掌声鼓励。虽然我刚刚那个弹的有点卡卡的，以貌取人，对啊，我就以那个胡子就不然认定你是外国人这件事情，我下次会好好注意的。哎，真的，我也是一个以貌取人的受害者，就是大家第一眼看我的时候都会觉得我看起来就是很难接近的人嘛，然后实际上跟我相处过就会觉得我反差很大，就是发现我其实是一个很好。玩在一起的嘛，就是我很容易可以就是开玩笑这样子，就是讲话蛮好笑的嘛，自己说自己讲话很好笑，其实我超尬的，对不起。我跟你讲，就是我刚开始上节目的时候，最担心的就是自己很尬这件事，因为我一开始真的太尬了。虽然我不知道我现在有没有进步一点，可是我一开始就觉得我自己真的是太尬了。可是我有时候上节目都有一些突如其来的效果，然后我自己都会被自己吓到。对，第一眼都以为我是原住民，可我不是原住民，我是台湾跟荷兰的混血儿。虽然我不会讲英文，可是我日文说的很好，所以请不要笑我。我到后面都会直接承认自己是原住民，尬，就是很尴尬。像是台歌事件，对啊，光是台歌就谢谢大家。综艺之神这样，我是那天突然被附身嘛，可是综艺之神突然看不下去，决定附身我一天，感谢综艺之神。小兰，对啊，而且就是台歌太猛，我要承认我是外国人，可以啊，国说英文好吗？那个真的是不小心的啦，呀哈哈！我被我学弟，我已经被我球队队友介绍给学弟妹，都是以我是原住民为开头的，记一点，记一点。我猜他们会觉得我很像原住民，应该比你好一点。可恶！我一定会努力追上我的英文的，可恶！每次介绍组都不一样，哇！你在串联各种组欸，你是？原住民世界友好协会的组长，就是各族都跟你有关系。然后以后每个学弟妹在介绍你的时候，就是会把你形容成不同的，那个台湾族的学长，那个泰雅族的学长，那个阿美族的学长，那个布农族的学长，那个达悟族的学长，哎，到底在讲哪一个？
哇，这么厉害，学测英文听力最高几分，太强了吧。我记得博弟的英文好像也是最高几分，就是他考试的时候，可见伯乐还是得再加强。好嘞，下一年今天的排行榜，今天谢谢大家也都陪我度过了这礼拜的直播，然后下礼拜也有直播，所以大家可以追踪我的IG 吗？然后如果想要看浪的直播时间的话，我们的官方网站上面会有就是全部成员的直播时间的班表吗？时间表，就大家可以就是去看一下，想要看什么直播就对了，就是反正大家家也没事就可以看一下直播，也蛮开心的，就是跟大家聊天很开心，然后。只是谢谢大家这几天这两天就是陪我聊天，然后陪我度过这个时间，然后就是下礼拜直播见，然后希望大家如果有要期末考的人也可以跟我一起好好加油，希望博英今年这个学期也可以欧趴达成大学一二年级完全欧趴的记录。我是不希望自己就是可以要被会被挡，就是因为毕竟我还有下修的东西要补，希望自己大学四年都就是未来都不要被挡。然后，下礼拜时间出来跟大家说，然后就是谢谢我期末考要加油，我一定要欧趴，谢谢大家加油，我会加油，谢谢大家加油是什么？然后下一天今天排行榜，谢谢大家，今天第十名，谢谢钟念琪的麦克风，谢谢你今天来看我直播。然后第九名，谢谢 Hanna。第八名，谢谢李猫头，谢谢你。再来，谢谢第七名，谢谢侯颖，谢谢你，耶、yeah。第六名，谢谢钟莹，谢谢你。第五名，谢谢猫头鹰，谢谢你，谢谢。第四名，谢谢零八二四，谢谢你。好，接下来是前三名，第三名，谢谢瑶瑶冰可乐，谢谢你，谢谢瑶瑶冰可乐。感谢第二名，谢谢上山李子酱，谢谢你，谢谢。接下来是第一名，噔噔，谢谢阿正，谢谢，耶、yeah ！然后祝大家就是晚上可以好好休息，然后明天礼拜五是上班上课的最后一天，然后就是好好的努力加油，然后礼拜六、礼拜天好好休息一下，放个假，拜拜，下周见，晚安。